哎，好恶心啊！我操，再把他打 VN 啊，打长手打短手，好恶心啊 ！Q 兵，你要 A 我一下，我知道，没关系哦，等他先推线啊，把兵线控回来，别急，怎么老输啊？多看我直播就不容易输了。Q 兵，让他 A 无所谓，忍他到二级就行了，不用急，兵线控回来，二到三级吧，就可以杀他了。老弟，看上去是他在压我，其实是我在压你。先一他一手 ，A 兵往后走 ，Q 你一下 ，A 你一下，往后走，再 A 再 A， 来来，你还 A， 你还 A 是吧？把 A 得很爽啊你！你 A 得很爽啊！必须嘲讽他一波，喜欢长手打短手，头给你打歪。A 兵吃他逃走，再扣回来 A 一下，往后走，回头望月接笔撞拉中他，等他骸骨消失直接越了，兄弟你装什么 ？A 的很爽啊啊！喜欢长手打短手，哼！打的就是你这种长手，回家。我们是自己唯一主人。屌毛！小评一下，喜欢十三的可以十三点关注啊！两分钟之内单杀了他两次，喜欢玩 VN 上单。就是，不孝有三 ，VN 上单打死他。看了主播那么久，能不能带高中生上个王者？女高中生可以考虑一下。刀美温说的是你别急 ，OK， 我不急啊。哎呦，我这波 Q 还被打断了，但是没关系，逼个闪现，疾跑闪现都没了哦。我看一下他说的啥来着？哎 ，W 挡技了。还有外卖呀、啊！吓我一跳，我还在看他说话呢，还突然听到那个狗叫声呢。刀妹说：“薇恩说，刀妹你先别急，我直接给你来上一首恶塔对线。”Hello， 你好。你确定还要追我？师哥在打红，不给你打，兄弟，我就不给你打，怎么了？不给你打，走了走了，蓝刀要来了，哎哎哎，恶心你，还跳吗？你还来？哎呦，完了！哎呀，遭打中了，这波怎么那么多人呢、啊？怎么哥巴的 ADC 也来了？完了完了，装大逼了，这波装逼过头了，装过头了，装过头了。没想到他 ADC 也来了，给我个大招啊，要不然能操作的。不是，你咋算都算不到他 ADC 会三分钟来我这里啊，他三分钟来我上路，你咋不知道？砍他兄弟，哎算了，我就不砍了，他是大招加疾跑全开，把线收了吧，硬砍啊，你还敢 A？ 想回家？哎哎哎哎哎 ，A 一下往后退，别急 ，Q 前 Q 后直接大招甩中他 ，A Q 点燃 A， 不要被他定墙，还是被他定墙，你还 A 啊？继续的，四个来了不用怕的，兄弟们。哎，先把好说，先得把被动叠起来就不怕他，没被动还是有点怕的。黑豹杜城。四个在下，左眼的旁观看到了，那我们继续猜，我看一下，哎，算不猜了，给他留点火种，回家买个装备，看一下对面怎么说的。
刀妹薇恩说要干碎你，你别急，真的假的？这薇恩说他要干碎我。我方已击败亚龙。他真的说他要干碎我吗？不是，都零杠五了，怎么干碎我？开大我就走呗。他说我很垃圾，就会喊人。我平时我不是单杀的，是吧，兄弟？这么变态吗？这无人发言。敌人消失。他不是被我单杀的吗？回了，买个装备，上钱好多啊，帮一下队友去，这把队友是劣势啊。这个多次拒绝婉拒刘亦菲三次五杠一，他想用聊天打乱我的思路，不可能兄弟，是去吧你，七博快爽翻翻。你看不到的那把刀才是最危险的。你看不到的那把刀才是最危险的。什么肚皮？哎，你打你的呀，又没人管你，你还能有人去搞你吗？他难道都被我做掉了？薇恩是个废物，还给他请求级。死狗在我这儿，李庄拉住他哟。我们是想要安全，先假装走啊。灰头望月直接大招空掉，没关系，你以为我不杀你啊？我空大的我也要杀你啊！拜拜。对，先锋吃个肚子。走喽，回家喽。润呢？这薇恩兄弟们，这薇恩3900经济，我七分钟压了他6000经济啊，兄弟们。我这把好肥啊，七分钟10000经济，我肥到天边呢，这把巨肥无比。眨眼，别急，看一下会不会有人来打这个，通过这个位移过来，这边再丢个眼 ，Hello， 你好，再见。哎，插个眼，插出个人头，没人管我吗？我上你高地了，没人管我，人呢？真没人管我，兄弟们，上你高地啦，真上你高地了，我不管了，来了老弟，我在路上，我肩负着他。这三个人为什么都不上啊？在干嘛？来打我呀！干嘛？这都不上来了，加标了！真不要假不要啊！你还要追我是不是？你还要追我是不是？他们不管我了，直接什么意思啊？啊？算了，走了，没蓝了，去拿个蓝 buff 去。可以分享吗，老弟？能分享吗？还行，走了。虽然钱有点多啊，回家 shopping 一下。对面直接不管我了，选择无视我，这太夸张了吧？我去带下去了。三个人直接站在，我站在中路这样装逼，他们三个人都不管我的，这么怕我吗？小龙团呢、啊？我要继续带下路，把下路二塔先拆了。元素亚龙登场，为逝者。Hello， 你好。A 我。你确定还要 A 我，兄弟？等他 E 用完再 Q 他脸上。Q。还想在这操作啊，兄弟？
静的节奏而动。这薇恩有点愣头青啊，兄弟们，纯种愣头青，不管的，打了再说。走威，再走威，推高地的话就有点不好推了。哎，别管我，别管我，你们不用管我，你们去推中啊，你们不用跟着我的，我一个人单带，我无敌的。我感觉我都一个人可以打他们五个了都，你们正常推线就好。我是压力小子啊，我在下路给压力的，在这个时间点的话，队友就可以在其他地方拿点东西，就不用管我。A 两下兵往后推，这边插个眼，作为逃跑路线，如果说真的打不过了，我可以 Q 挖飞逃跑，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先假装好走。哎，哎，你翻哪去了，兄弟？哟，哎呦，我操！找屁！哇，你们就打大龙啊，这波不用管我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无敌。啊，你们就不用管我，都不用把我当个人。谁来下路谁就得死，然后你们这波直接去大龙，兄弟们集合进攻，那是难。哎，上路别给机会，注意危险，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我上高地了，我在路上，上高地了，没人管我，没人管我，真踩你高地了。我已经把大开了，辅助也在，还追还追还追，先假装笨蛋，回头往远接，李双拉没拉中，再假装好走 ，Q 兵 Q 兵 ，A 他 A 他 Q 他 A 他，真当我是笨蛋。一波了，拿下拿下拿下！哇，这把玩的我好爽，爽局啊，兄弟们！对面好像有点管不住我了，我已经无敌了，16000的经济，13分钟。我强拆了，拿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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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喜欢十三的可以13点关注啊，关注对于十三说非常重要，没给13点关注，兄弟们可以点一点，举报薇恩吗？